多迷人。男装为什么叫男装？为什么叫女装？很难连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日本时代有一个针头上盖老的叫鬼女装，鬼女装了后呢，在南方有一个新兴的聚落，所以叫男装。你知道吗？男装有四宝。哪四宝？什么东西？竹笋，竹笋，再来，再来。香菇，香菇，再来鳟鱼，鳟鱼，哎，另外再来这一个就是要啊，叶兰，什么叶兰？柳兰，一叶兰，对，还有您知道吗？男装曾经是个假的，你其中有30000多个人，你看有10几家的9家。谁家嘛？三家电影院，你看那个人有多少人在里面？所以说那时候有那么一句话，叫“爱兄爱透爱打某”。囧情囧义囧红衣。因为那边是黑金就是煤矿嘛，采煤矿的人你可以料，能不能再出来不知道。所以一有钱先开这个矿。所以说男装人又有一句话，美不美男装谁，亲不亲男装人。这个真的要好好学习一下。美容也有啊，对啊，美容又美不美？